要打桶肩膀。哦那怎么会这样？还留着吼。哦，好，那就好。靠边吗？你往上面挪挪。你就走，我们两个就是这样跑。会手软脚软，你痛哦。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废他一点，就是用力压，就把他的手掌带回家，然后他就留在那个地方了。感觉不错哦，还要做笔记哦。来，我们这只手，因为我们再换另外一只手试试看，然后再换另外一只手试试看，我们换你的左手。对，你真的比较体贴，我觉得这样应该会不错。换另外一只手，换另外一只手试试看。我们家这个，马上跟电杠一样够。好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的。会，还在演秀。手，抓他这个地方，那他不是就是更压这个地方？因为你这手先抓着他，因为你先抓着他，好，然后这手抓压这个地方，他往下就好。阿姨，好的吗？好的吗？可以的哦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？我们都看到了哦。这个手指头这个地方就有关节啊。哦。那再看，你看他在抓，你看。好，我们很简单，就这样抓起来就好。这个也是一样哦，怎么会这么难过？好，来，我们再讲哦，你看看哦，当他压你的时候哦，我们这手要伸过去，伸过去就是这地方就好，手放这地方就好。你动，看看你动看，你赶快动快点，你赶快跑，你快点跑。